要轮到第一棒的云德龙，云德龙呢，职棒生涯已经出赛了499场，如果要确定500场的话呢，必须呢要等到五局打完之后，比赛正式成立，才可以确认他是500场出赛。德龙算是打击挨了一个触身球啊，左膝盖。这一棒雨德龙轰到中外野方向，这个球像是变了心的女朋友回不来了，德龙全垒打！哇，今天拉米戈的洪一中总教练把赛前打击率就半成，20打数一安打的雨德龙排上先发，结果他也没有让教练团失。之前打击率是不到10%的，才半成，0.050。结果这一棒开轰呢，是他职棒生涯第399安，那一支就是个人职棒生涯400安，2-0。来自任余德龙开炮了，哇！我想这个是总教练团最开心的了。不然你放一个今年打击率才半成20之1的选手来先发，哇！就余德龙真的没有让教练团失望啦。一棒中外也飞出去，哦，哇，这个，因为在外野手的部分呢，这里还有杨耀勋啊，哦，还有詹志尧啊，哦，这里都是左打了，但是就是相信说他这个右打，要轮到第一棒的云德龙，云德龙呢？职棒生涯已经出赛了499场，如果要确定500场的话呢，必须呢要等到五局打完之后，比赛正式成立，才可以确认他是500场出赛。德龙算是打击挨了一个触身球啊，左膝盖。这一棒雨德龙轰到中外野方向，这个球像是变了心的女朋友回。全垒打！哇，今天拉米戈的洪一中总教练把赛前打击率就半成，20打数一安打的余德龙排上先发，结果他也没有让教练团失。之前打击率是不到10%的，才半成，0.050。结果这一棒开轰呢，是他职棒生涯第399安，399，那一支就是个人职棒生涯400安，2-0。来自任余德龙开炮了，哇！我想这个是总教练团最开心的了。不然你放一个今年打击率才半成20之1的选手来先发，哇！就余德龙真的没有让教练团失望啦。一棒中外也飞出去，哦，哇，这个，因为在外野手的部分呢，这里还有杨耀勋啊，哦，还有詹志尧啊，哦，这里都是左打了，但是就是相信说他这个右打。